先请教郑律师，法人在美国和在亚洲在责任上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呢？在中国的话，如果你有一个法人，公司关掉了，现在公司倒了，法人有连带责任。有很多人从中国逃来美国就是这个原因。可是美国是不一样，如果今天你跟一个公司签了协议，然后他的 CEO 他跟你签了一个协议， CEO 没有连带责任，如果有违约。可是加州有一个很特别的法律，跟49个州不一样，这个就是劳工法律条文558.1。那么劳工法律条文558.1到底规范些什么呢？如果一个雇主还是一个人，帮助了雇主还是为雇主做事，违反加州的工资案子，你会有连带责任。这个人帮助雇主违反加州的工资案子的人是谁呢？这个就是 owner 老板、 director 董事、 officer 法人，还是 managing agent 管理员。这个其实变得很严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最近我收到了很多案子，如果今天你告了一个公司，很多的法人，好，他的董事、他的owner 老板都被告进去了，用劳工法律条文558.1。劳工法律条文558.1是在2016到2017年开始。我讲说，新的法律要等待差不多2年到3年才会真的看到很多新的案例。继续请教郑律师，为什么劳工法律条文558.1对公司的影响非常的大呢？我今年看到了很多案子是什么呢？最后劳工法律条文558.1，员工告了公司，员工告了公司加上他的老板，然后现在的老板他反告谁呢？不是雇员，他反告他的法人，他反告他的董事。他是讲说董事法人他们是做决定，不是老板在 做决定，用劳工法律条文558.1。所以要提醒每一个人，因为现在很多被告人现在在反告他们的法人，他们在反告他们的董事。如果你在你一个公司里面当一个董事、当一个法人、当一个管理员、经理，你都会可能会有连带责任，你可能也会被反告。如果有一个公司的案子，这个真的很严重，因为真的有太多的案子一直进到我的办公室，就是老板在告他的董事、告他的法人。最后请教郑律师，还有什么样子其他的法律条文是要特别提醒华人民众的？那也有，加州也有一个法律，我也跟大家讲哈，是劳工法律条文2802，意思就是雇主他一定要保护他的雇员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法人的话，还是今天如果你是一个董事，然后你被告，你一定要否认说你知道这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。如果你最后讲说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，然后你照样做这个不合法的行为的话，那你就会有连带责任，在558.1，公司会有责任，老板会有责任，然后你最后你个人会有责任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，今天在被告的过程，如果你是很单纯的，你不知道说这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，为了工资的案子，如果你不承认这件事情，说你确实你不知道，那就 OK 了。可是如果你承认说那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，然后我是照样做这个行为的话，那劳工法律条558.1就有连带责任，如果你告，你最后也会输。谢谢郑律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视讯专访，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民众，如果对于法人以及劳工法有任何的疑问，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律师，才能够保障自身的权益。那以上就是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